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无限人生节目。开始之前呢，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现在时间呢是11月6号，我们马来西亚时间的下午4点，那也是美东时间，美国已经进入11月6号了，是这个凌晨3点钟，又是凌晨3点钟啊。那刚刚呢，川普呢已经呢上台呢发表了胜利讲话。感恩，感恩又感恩啊！川普呢，感恩了伊隆马斯克啊，真的真的，这一次呢，因为伊隆马斯克的战队呢，让这个川普呢，能够呢啊逆袭翻盘，重回白宫。然后呢，川普也感谢了呢啊那个小罗伯肯尼迪啊，我们知道吗？肯尼迪家族呢一路来就是民主党的嘛，就是因为呢这一次这个小肯尼迪呢翻过来支持川普呢。所以呢，局势呢出现了这么大的变化啊！美国到现在还没有算完呢、啊，但是这个摇摆州呢，这个七大摇摆州呢，基本上呢，按照目前趋势呢，通通川普扫完啊。关键那个Pennsylvania 呢，川普已经拿下了啊，拿下宾州呢，得宾州者得天下。然后呢，北卡拿下了，然后呢，乔治亚州呢，也真的没有想到拿下了。然后那个 Michigan 呢，跟威斯康星呢也是肯定拿下了，那 Michigan 也是拿下了，然后内华达跟阿里桑那，只有阿里桑那呢，那个哈里斯还有可能拿下阿里桑那，但是已经太迟了，哈里斯已经拿完他所有能够拿的票了，他剩下的票就要在那个摇摆州拿，但是他似乎都拿不到，所以只能够接受呢这一次黯然惨败的这个结局。这个也是可能大家之前没有想到的，没有人，其实没有人会想到呢，四年后了，川普能够回归啊，真的，我看了都很感动啊。我们花一点时间跟大家盘点一下啊，那个川普胜出的州啊，就是那个西维吉尼亚，应该是第一个就开票，川普就胜了，然后那个肯塔基州，那个印第安纳啊，田纳西啊，南卡罗来纳，那佛罗里达。佛罗里达呢，尤其升到非常非常夸张了、啊，是。然后那个阿拉巴马州啊，密西西比州，那个 Oklahoma 啊，阿肯色州啊，怀俄明啊，路易斯安那啊，南达科他、北达科他、Ohio 哇，这样子读下去，好像整个美国都投了川普啊，是不是？然后德克萨斯州呢，毫无疑问呢，43张准票呢，全部拿完。然后密苏里、蒙大纳这个大草原州，然后犹他州啊、爱奥瓦州。堪萨斯州，那个爱达荷州啊，然后呢，北卡州、乔治亚州 ，OK， 然后 Nebraska 呢，好像是拿到三张 ，Nebraska 的其中一张好像去了那个民主党啊，所以呢，赢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啊，等下就会进入那个威斯康星就会加入了啊，所以早前现在媒体的报道都是277。他已经过了呢270的那个门槛了。哈里斯赢的就是民主党的基本盘了啊，那个东北区跟那个西海岸了，包括那个佛蒙特州、马萨诸塞州、罗德岛州啊、肯塔基州啊、马里兰啊、那个拜登的家乡的德拉瓦州，然后纽泽西州，然后那个芝加哥的那个伊利诺伊州纽约州，然后丹佛的科罗拉多州啊。然后华盛顿特区，华盛顿他在大胜了啊，然后缅因州啊，那缅因州还没有全部算完呢，缅因州应该川普还会多拿一张这样子，华盛顿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那个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差一点点输掉了，新墨西哥州，然后夏威夷呢，跟 Nebraska 呢拿了一张所以全部都是民主党的基本盘。完全没有翻掉任何的共和党的那个红州，他只是保住基本盘，而且也不是说赢得很漂亮所以共和党呢就成功在呢那个摇摆州呢基本上很可能七个州应该是拿到完毫无疑问，毫无问题所以真的没有想到呢，川普会回来所以关键就是呢因为呢。很多很多在四年前或者甚至在八年前呢反川普的人嘛，反川普第一人就是接下来的美国副总统那个旺斯，
他忘词是反中川普第一人呢，然后企业家反川普第一人就是 Elon Musk 嘛，就是伊隆马斯克嘛。但是马斯克呢，你看他真的是世界首富呢，让我们上了这一课。现在随着特斯拉的股价大起呢，Elon Musk 呢稳稳居住在世界首富的宝座，只要一个商人的决策啊。因为 Elon Musk 呢跟川普呢是对立嘛，行业对立嘛。Elon Musk 是干新能源车的啊。川普是卖油的，川普搞旧能源的啊，Elon Musk 搞新能源的，这两个人怎么可能合作的啊？是不是好像中医跟西医永远不能合作的样子嘛？没有想到他们可以合作啊，可以擦出这样的火花啊！所以这个 Elon Musk 呢，真的给我们上了一课啊！真的做生意呢，当学 Elon Musk 啊！你看，当那个 BYD 呢，那比亚迪呢超越特斯拉的时候呢，这个。马斯克呢，做了人生最大的赌注呢，就是扶川普起来啊。川普起来呢，特斯拉呢，可以重新呢，跟比亚迪分庭抗礼。所以中国也是嘛。上次呢，随着特朗普输了之后呢，这个民主党上台呢，这个民主党的拜登总统整天跟空气握手呢，有美国总统等于没有美国总统啊。中国其实也松懈了。中国是松懈了，他的 honeymoon 啊，honeymoon 松懈了，也放松了，因为这个世界处在竞争嘛。所以你要问我对中国的影响啊，那为什么中国松懈了4年呢？现在川普回来才紧张啊，因为竞争就是要这样子嘛，你不可以这样子松懈嘛。你知道川普回来呢，你就要跟他超越，跟他进步嘛，是不是？你看现在 BYD 超越了这个特斯拉之后呢？现在我们看见呢，特斯拉呢又重新翻盘啊，又重新呢拉回这个 BYD，马斯克呢重新回到世界首富，那有竞争才有进步嘛，是不是啊？当然，这个目前的世界呢还不能没有美国总统。我们知道这个联合国呢属于一个虚设的那个机构啊，你看最近我们国际风波，联合国呢丝毫处理不了这个问题，还是需要一个强势美国总统呢来处理这个问题。那有美国总统在呢，这些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嘛。这个俄乌战争呢，以巴冲突呢，还有那个川普的小弟金正恩呢，要打不打呢？是不是？那个中国随着这个川普呢，他会多多监管中国呢，中国也会乱乱来啦，是不是？中国的产品呢，以后中国的牛奶你可以放心喝了中国出的泡面你可以放心吃了。这个是我对中国的一个最大的期望就是了，是不是？能够有更有 quality 的那个产品嘛，对不对？将来这个民主党的惨败呢？关键在于他选择了这个哈里斯呢。哈里斯是一个非常不恰当的人选他就是一个人家那些专家讲的，他就是属于一个垃圾政客嘛。他做了4年呢，隐形副总统，毫无政绩，毫无那个什么业绩然后呢，现在还梦想做总统，因为他不是美国人喜欢的那种类型嘛。川普呢，Captain America，美国队长，哈里斯。不是美国人讨喜的那个类型，所以当他们选择哈里斯上去的时候呢，民主党已经注定要承受今天的失败了他只是很幸运地保住了基本盘，完全没有任何的突破。如果他们当时选择呢奥巴马的那个夫人呢，那个米歇尔奥巴马呢，今天的结果可能不一样今天川普未必可以在凌晨3点钟呢宣布胜利情况不一样假如是米歇尔奥巴马的话呢，他是很有人气的，不像哈里斯呢，是一个让人家唾弃的那个领袖嘛，是不是？好了，终于等了4年正义呢总算回归4年前的那口气呢总算回归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个强势美国总统重新回到世界的舞台呢，这个世界呢不会再这样乱了，是不是？好了，各位观众朋友。看到川普的胜利呢，大家有什么想法呢？欢迎留言讨论，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我们下回见。